汽水，香水，来，你接个瓶，你去搜一下，看看这瓶香水多少钱。我从来没有炫耀过。这个是一个人头，知道这个牌子叫什么吗？知道这个牌子叫什么吗？知道这个牌子叫什么吗？这是第一，这不叫老人头啊，这不叫老人头，这是第一，在这个，看了吗？看到没有？明白了吗？这些东西，你比如说。我要一个，可以送你一个，但是其他的我们就不能再说了吧，因为你不知道它的价格，你根本不知道它的价格，这都是奢侈品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办一点酒罐头，这些东西，这都是几千的，甚至是大几百的。所以这些东西送我一瓶可以，五瓶六瓶我买不来。